们大家好，我是霹雳贝贝，好久不见。前段时间光顾着去跑步了，很久没有更新贝贝时间这个栏目了。最近我听说Ins360饮食又上新了，这次是网红全景运动相机 1X 的升级型号 1X2。主要有哪些改进呢？解决了上代机型的哪些痛点？ 1X 用户是否值得升级？360全景小白用户是否可以入手？和我们一起先睹为快吧。Ins360饮食于2018年年底发布的 1X 是一款把全景相机概念带入运动相机领域的开阔性产品。它不仅有全景缝合和超强防抖等基本盘性能，还有子弹时间、空中漂移等新奇玩法，而这些都源于 Ins360 超年轻的90后核心团队。1X 是一款典型的跨界产品，一方面开阔了全景相机的应用领域，给原本已经有点风雨飘摇的全景相机行业带来了新玩法，注入了新动力。另一方面， 1X 也给运动相机行业带来了新对手，让原来行业的头部玩家虎躯一震，不得不开始尝试运动相机的360玩法。影像麦克的全景相机之旅起始于 1X， 但如果没有这运动相机属性和子弹时间等炫酷效果，相信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部分影像创作者估计都很难会拿起一台360全景相机开始创作。这既是全景相机行业的一个不可无视的危机，也成了Ins360突围的契机。紧随其后， Ins360 又发布了一款真正的运动相机 1R， 并且把模块化这么超前的概念也融入其中。至此， Ins360 完成了阶段性的布局，不仅具备运动相机属性的全景相机，也有具备全景选配镜头的运动相机，两端通吃。1R 是我们用过之后最大呼过瘾的运动相机，只要更换带不同 CMOS 传感器的镜头就可以切换玩法。 1R 这套生态体系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相比下来这发布快两年的 1X 就稍显落后了。这不， 1X2 终于来了，这个升级型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但我们还是先说让我们失望的一点，那就是没有 8K。8K 是奥运年的热门词汇，专业摄影机、相机都开始 8K 化，我们自然也希望 1X 二代具备 8K 全景影像的功能，但希望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目前能够记录 8K 影像的设备，不管是全景相机还是微单或者是专业摄影机，散热都是一个难以处理的课题，要么配备散热风扇增加体积和成本，要么就面临着停停拍拍的尴尬。这个夏天某 8K 摄影机的散热门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业笑话。 1X2 没有追求更高的分辨率，保留了和一代持平的 5.7K 分辨率，但除此以外几乎其他所有的性能都全线升级。这一取一舍，一进一退，效果怎样？接下来我们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看看。作为 1X 第一代产品的用户，我们在使用之初最为头疼的问题就是监看。 1X 一代只有一个参数和菜单的显示屏幕，无法在机身监看画面，需要通过 WiFi 连接手机在手机上监看。虽然理论上可以不用手机盲拍，全景影像对于构图也相对宽松，但是对于曝光和色彩等信息还是需要眼见为实。用手机监看还是会遇到延迟、画质降低和响应等问题。 1X2 配备了一块圆形的可以用于监看实时画面的高清高亮触摸屏，可监看单镜头画面，也可以显示全景画面，然后用手指头拖动选择视角，
还可以像 One R 那样用手指从四个方向滑动，进入菜单界面，快速设置总菜单、拍摄模式、拍摄参数和画面预览，比原来一个入口的竖状菜单结构更加快捷。有了这块可以监看的触摸屏幕，在拍摄时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手机的束缚，更加具备运动相机的属性。 One X 2和一代相比，机身体积接近，二代相对方正，所以显得略厚，但是都是口袋体积，非常便携，机身按键和接口都做了防水处理，内存卡位置也移到了封闭的电池仓里面，可以直接裸机十米防水。此外， One X 2机身最大的变化是电池加大，容量提升一半到1630毫安。由于记录的分辨率格式没有变化，所以续航时间加大，最高分辨率连续录制可以超过1个小时，而且支持边充边拍，甚至支持没有电池情况下直接 USB-C 供电录制。另外一个硬件方面的提升来自于音频， One X 2内置了4个麦克风，可以支持全景声模式，这个具体效果还要等到后续固件升级了再深度体验。软件方面， INS360 为全景相机的运动相机化又迈了一大步，那就是增加单镜头模式。毕竟大部分影像创作者不会一直拍摄全景影像，平面影像才是主要的素材形式。 One X 2可以快速切换全景和单镜头模式，单镜头模式下还可以切换前后镜头。那150度呢，我们可以通过手动切换摄像头，就像手机自拍前后摄像头是一样的，点一下屏幕就可以切换到主观客观视角的这个镜头效果。它其实我觉得跟全景镜头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全景镜头是一次性把所有的一圈信息全部记录下来了，而这个可以选择150度的这个角度呢，如果就只是前期我们已经选好角度，比如说我想自拍，那我就使用后面这个摄像头，那比如说我想主观拍其他的，那我就使用前面摄像头。二单镜头模式可以选择 Pro 专业模式，还可以切换输出画面比例，适合不同播放渠道。除此以外，在全景模式下还可以利用前后镜头拍摄不同画面，组合成画中画。主画面是主观视角看到的景象，画中画是拍摄者的自拍影像，并且可以跟随人脸，这样可以直接生成有意思的探访类视频。前段时间在 One R 固件升级时发布的 Pure Shot 纯净摄影功能也被移植到了 One X 2身上。 Pure Shot 利用机内记录的第一季照片信息，在 APP 内自动调色处理，通过单张包含丰富的色彩细节信息的肉文件，获得可以媲美多帧合成的 HDR 照片效果，是小尺寸传感器相机拍摄低照度城市夜景的快捷工具。在模板基础上升级的 AI 创意库，利用了 AI 识别追踪技术，可以识别全景画面中的人物或者静物并锁定，然后通过模板类的剪辑工具生成一些以往只能通过特效软件才能实现的画面效果。这种特效模板功能一直以来都是 INS360 除了硬件软件开发实力之外的另外一大优势，那就是玩法创意能力。他们总能把全景影像实验出一些新的玩法，并模板化的实现出来，让普通用户也能轻松的玩转炫酷玩法。早期的子弹时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现在已经进化到了第三代子弹时间。此次有新增2个 AI 创意玩法，那就是穿梭岩石和影分身。我们试着拍了一些画面，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已经有很多方面都有应用，但是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INS360 AI 识别追踪需要基于比较良好的拍摄环境、干扰人物的出现、构图比例的大小、曝光以及地形起伏，都是 AI 识别追踪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拍摄者需要根据模板的特性选择合适的环境，多试几次，并学会避免干扰。总体来说， ONE X2 是一台更加贴近运动相机的全景相机。作为全景相机，它有不错的全景缝合照片和视频功能。作为运动相机，它有不错的防抖防水性能和便捷操作监看界面。此外还有业界最丰富的 AI 创意库和模板库。如果你是全景影像画质控，那请选择更高分辨率的全景相机。如果你是入门级的全景影像创作者，那 ONE X2 升级的续航和监看性能绝对是提升拍摄效率的利器。如果你还在全景影像的大门之外跃跃欲试，那 ONE X2 兼顾全景影像和平面影像则是不错的尝试。创意玩法是你炫耀朋友圈的秘密武器。如果你对全景影像不感冒，只想全力创作平面影像，那还是老实入手一台普通的运动相机，毕竟它们可以支持 4K。 ONE X2 是你的菜吗？欢迎大家留言吐槽。